2015年10月18日，出发一个礼拜，我终于骑行进入了藏北。青龙乡是我从纳木错出来后遇到的第一个乡镇，天气寒冷，我决定在乡上寻找住宿。这里就是青龙乡，非常的简陋，像一个村子的规模，然后但是有好多茶馆可以住宿。不过现在天还没黑，不着急，看去哪里先安顿下来吧。我看那家，刚才这家茶馆问的住宿是25，我看还有没有便宜点的。你好，你们这里可以住宿吗？嗯。你们这里住睡觉多少钱一晚？住店？嗯，住宿睡觉都有。多少钱？35。35？嗯。太贵了。那你们几个有嘞？我一个人，我骑自行车过来的，三个人。哎呦，那20嘛，好不好？20。25嘛，哎呀，25。20。25，哎呀。哎呀，你看我骑自行车过来的。哎呀。我在你这吃饭，好不好？啊，吃饭。对啊，我在你这吃饭，好不好？吃饭住宿都在你这里，包子，嗯，还有什么？粪蛋，粪蛋，嗯，粪蛋，馒头，馒头，嗯，可以啊。这没有。我本来想以吃饭住宿都在他这里消费为由，让他便宜点，但这老板娘貌似不领情，坚持要收25的住宿。在这乡上停留住宿的旅者，除了骑行的外，应该也没其他的了。因为自驾的都跑班戈县住去了，但由于我是单枪匹马一个人，也不好讲价，最后决定条件还可以的话就行吧。那住，我可以看一下住的地方吗？嗯，这个地方，这里啊？哦，对，这里。哦呀，这边的住宿都是那种藏式的卧榻，这个季节很少再有人跑这边来旅行。偌大的房间，今晚就我一个人了。因为他这里的晚餐只有包子、馒头之类的，所以我决定上另一家吃点面条。这个冷了是吧？可以加热一下吧。啊、对对对，加热一下。面条啊，哇，这边真是沟通有困难，吃碗面条都不容易。辣椒吗？有辣椒吗？啊，放一点。一吸吸。那里面还有面吗？门把也坏了，美好的一天。为了换把零钱，跑了一条街，跑到这里来，然后下去那里，就劫房钱。那老板他身上零钱不够。哎呀，这地方真是，都10点多了，太阳都这么高了，还有好多店没开门。这边的生活节奏也好慢，比较偏僻吧，可能是。
车，他走到半路上突然停下来，然后问我说去哪里，要把我捎上。我说不用了，我骑自行车的，就是特意跑这边来骑行的，一个很好心的大哥。然后这边就是射木错，刚才转弯突然就看到一个八木错，是此行看到的第三个湖，它的湖岸线非常优美。在湖边的牧场上，我还看到了藏羚羊，也是此行第一次看到野生动物。这回望远镜开始派上用场，估计通过镜头应该是看不到的。虽然这是此次骑行第一次碰到藏羚羊，但事实上我在去年行将第一季走新藏线的时候就已经看过了。不过理论上来说，此次的藏北骑行我将会看到更多的野生动物，因为随着后面的路线深入，我将实际意义上的进入羌塘保护区，那里是野生动物的天堂。今天的藏羚羊只是一道开胃菜。啊，色木错好美丽啊。刚才为了拍个视频，相机又掉地上，镜头直接好像断掉了，但是现在还可以用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了。这个相机太神奇了，等下后面这个相机要是录不了的话，那就只能拿这个运动相机录了。Less over time, but I'm not getting stronger. I just leave pieces behind, and I can only fall so many times before I'm broke. Unrecognizable.上面下来之后，现在看这来的路相当壮观。终于到垭口了。放一会儿。你们去干什么？啊，去干什么？去干什么？去旅游。你去旅游啊？你的衣服好厚啊！一个厚。你看我的衣服好薄。冷得很吗？冷得很。晚上就好冷，现在不冷。就是。现在太阳大。就是。这里到班嘎还有多远？班嘎公里多少？公里。啊？嗯。六十吗？就是。差不多六十，嗯，对，哦呀，差不多。有没有要不要翻山？是平路吗？就这种路是吧？马路。马路。嗯。柏油马路。翻过直线马路。哦。这好困难走啊！我的你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牛逼啊！你老家哪里？我老家深圳。深圳，嗯，就是。哦呀，是吧？深圳去了有没有？深圳没去，没去过，没去。哎呀，我从那么说过来的。就是。
我去双虎，就是双虎尼玛，我去那边。就是。自行车去了吧？啊，单轨。现在终于要脱离这条四级公路，然后前面就要并入 S301，也就是传说中的阿里大北线，也叫黑阿公路。黑指的是那曲，那曲以前叫黑河，阿就是阿里地区狮泉河。啊，大北线。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，这里是 S301 的 S301省道，也就是阿里大北线，也叫黑鸭公路，但是这上面写的泥石路纳曲地区什么国301区路段，这是301区国道吗？难道是纳曲公路局犹豫将这个黑鸭公路跟301区纳曲到昌都段的黑昌公路并成一条，成为三幺七国道，那以后刷三幺七的骑友
他不得从成都一直骑到阿里去啊？算了，不关我事，反正我今天骑到班哥，明天沿着这条大北线往西骑到社林厝，然后我就往北拐去双湖了。关于阿里大北线变成317的问题，我当时发了一条满是疑问的状态，然后有骑友就丧心病狂的在网上查了各种资料，结果发现这事竟然是真的，也就是317国道原来的终点是纳曲，现在准备把终点规划到阿里的狮泉河，这样一来的话，其实对纳曲西部和阿里地区的旅游业都是大有益处的，因为以前的大北线可是一条靠车轮压出来的自然路面，以后骑317的骑友可以顺道拐新藏线去新疆了。终于到班哥县城了 ，Oh my god！这里还有红绿灯呢、啊，不容易啊，这县城。现在先去取点钱吧，啊，明天就懒得过来这边了，这边在下面，明天要往上面走。像班哥这种几乎纯畜牧业的藏北县城，除了牛羊等肉类外，其他的所有物资几乎都是从外界不远千里拉进来的，所以这里的消费可想而知，一碗油泼面就要20块钱，我当时就决定明天的早餐绝逼吃泡面了。挺贵的。这边不是那个国家电网供电的吗？就是啊。但怎么会停电呢？坏了。坏了，坏了，坏了，坏了！我看外面不是还有电吗？啊，就是。怎么你们啊？不一样了，有线那个。线都不一样。投资了的。哦。不一样工资的，俺们这种的就是不一样工资的。班哥县的住宿也不便宜，黑灯瞎火，我找到了一家邮政旅馆，结果还碰上停电，没办法，将就一晚吧。毕竟明天出班哥后，可能就要进入荒野扎营的生活了。早上起来，感觉天气似乎又变得更冷了。考虑到下一个县城是几百公里外的双湖，并且有200多公里都是砂石搓衣板路，我也不确定骑到那里需要花多少天，所以在离开班哥前，我决定先找到县城的农贸市场，把该买的挂面、饼子、老干妈都买上，当然买点蔬菜补充些维生素也是必须的。各县的农贸市场，我先到这边来买点菜，买点面什么的。但是什么鬼啊，一个人都没有。刚才问了一下，说还没开始，应该再等会才会过来吧。哎呦我去，这早知道我就多睡会懒觉了。这个农贸市场在改建。刚才在那家诊所买了2瓶酒精，10块钱一瓶，就买了2瓶，应该能烧得着吧？这边加汽油不好加。事实证明是我想的太美好了，75%浓度的医用酒精仅仅停留在能烧得着，而烧得着与能够用来烧菜做饭完全是两个概念。我当时也是懒得去加油站费口舌讨汽油，没有想那么多。早上的时候在一家饼子店买点饼子准备带路上吃，老板是个跟我同龄的河南小伙子，相聊甚投机，我便在他这里借了点热水泡了个泡面，因为这边的物价实在是不敢恭维，昨晚那碗20块钱的面反正是让我长见识了。从这个小伙子嘴里得知，来这边做生意的内地人其实不少，大部分是四川、河南、陕西过来的，虽然能挣钱，但耐得住寂寞是更大的考验。
压缩式。双红那边，那边比这边要低了好几个百。我到双湖就往回走，往云南，然后就到鲍旗那边就出去了，就搭车回到他。这些都是你自己带过来的？不是，这些好多装备都是朋友的。我那时候有开车上的朋友，然后向他们借的。这车子不是我的，车子也是别人的。你这是面粉在哦？哇，你是搞了这么多？直接机器搞了的这。也不能直接走。哦，在这个河南小伙子这里买了两袋饼子，然后吃完早餐，农贸市场差不多也开张了。我谢别小伙子的好意，开始去农贸市场采购补给。其实这样的小县城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所有衣食住行等店铺啊，生活相关的服务场所都不会隔得太远，你不用花太多精力去找这找那。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。有没有袋子啊，老板？有点过期，我的袋子。开这个门，有点过期，很久了。一共是一是吧？你们这里有压缩饼干吗？有压缩饼干，那个超市里面有。超市有是吧？对，好，行。在农贸市场买了这么一大袋东西，一斤黄瓜，一斤西红柿，一斤啥玩意儿，胡萝卜，然后还买了挂面、老干妈、乌江榨菜。东西太多了，感觉负重就回到去年新疆线的时候了。希望车子不要出问题。大家好，我是匡路。想了解行将的幕后故事，还有更多骑行拍摄计划吗？快打开微信，扫一扫屏幕右方的二维码，还能关注我的更多最新动态哦。这条狗已经跟着我有七八公里了。天都还没怎么黑，还。